戏一，答非所问。好，最喜欢的角色。衣服。我们剧的名字。大大大。最喜欢的花。玫瑰。最爱听的歌。什么？最爱听的歌。我不一定要回答吧。不可以。不行。好，错两个了，错两个了。最爱听的歌。错了，这个我已经错了。今天几点收工？马上。好，三个，三个。还有吗？没了。好，到你了啊。自己剧中的名字。吴谨言。我看这是错的吧？不能提名字。名字类都不可以。错了，已经错了，已经错了，已经错了。三二一，开始我们剧的名字。三二一，好，出了。最喜欢的水果。三啊，错了。你问太快了，你让我反应一下。啊、我给你念的多慢呢？啊，蒸女堂里面有什么？有。错了吧？哦，有楼，还有楼。我慢了啊。薛芳菲是江府的第几小姐？嗯，你要问你是第几小姐，你就不能回答 G， 你要回答别的事情，比如说椅子、桌子、麦克风，全错。怎么会有这样的？你看吧，有时候这样的那个，请沿往左边站一点。我见过以前玩过这个呀，不会是这样的。是我的这边啊、哦，这边这边对，是我这边。那个几年视线高点，怎么样？视线高点，怎么样？视线高点，那儿。你问的不好，我跟你说，别人问我不是这样的。你到底有没有答对？我一个答案都没有说出口。游戏二，默契大考验。数字二，水果水当机也有点当机，那我也开始被他传染了，经常性被他传染了。来，水果水果香蕉，水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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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了，角色名字是你来了。角色名字，角色来。这是啥子？不是有点，这两天有点强度有点大。角色名，角色名，小马飞。我记，这是我记的对方角色。飞吧。演员名字，演员名字，王心月。一个，这是几个？两个。颜色黄色，动物狗，三个，运动跑步，地点跑不远，下一个，电视剧梦云间，哎，好。机器活动那个啊，哪个？机器活动那个。好、啊、来，我给提示。机器活动那个，来，三